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不是关卡，为大家示范的是割不断的羁绊的水。这个吕布无双，好，何谓吕布无双呢？就是用吕布把这个防御高达110万的冰霜魔像把它打到死。我们基本上我目前已经打到是，我算一下啊、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我已经炸了13次吕布了、哦、基本上这次是第13次，应该是不会有错。好，我们来炸一下，看现在剩多少血。棒，34滴，所以我还在打34，就是68滴血量、哦、好，我们直接用打了把它打到死。哦，因为这个对我没有带按钮哦。哦，当然，如果吕布跳起来，我们还是再炸一次，好不好？哦，基本上这不是关卡的示范，只是告诉大家吕布的 OP 有没有？就是用属于摧残式的方式把它干掉、哦、基本上其实不是他被摧残，是我被摧残、哦、当然我们要讲的好听一点，好像是我们摧残他一样、哦、基本上这个已经摧残我，哎、欸，我是没有计时、欸、基本上被摧残蛮久了、哦、应该还要再炸一次吧，60几滴，不确定，我应该还是会死啊。Come on， 我是没算我打他血量啊，我一滴一滴还是会扣就对了。喂，会不会死呢？差不多了吧，还没死哦。我尽量消水珠跟光珠啊。哦，基本上两秒转出对我们这个魔队来讲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因为我现在已经转到很奇怪这两秒了哦，吕布再炸一次，看看剩多少血呢？砰，七滴，他剩七滴了，那我们就是吕布无双哦，七滴，我们看一下哦，7、2、14嘛，1、2、3，4、5，6、7、8，90，11、12、13，最后一集哦，吕布无双就是这样玩的，有没有？再见啦！哎，他怎么没死啊？靠！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再确认一下啊、哦！再见啦 ！K， 哦哦哦哦，好，后面关卡就不要再去替各位示范了，基本上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哈、哦。好，以上是这个吕布无双哦，就是用炸到死的一个示范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拜拜。哎，按到照相了，不好意思。拜拜。